廣東人對粵菜情有獨鍾，平時家常菜就吃得多了，想不想試多些經典的傳統菜式呢？位於黑沙環的維記酒家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其實我們維記的餐廳的特色呢，主要呢，我們有傳統的粵菜，傳統之中我們也都有創新的。師傅推介肉計蝦球，是一個工序比較多的傳統菜式，百幾年前已經有歷史記載的了。選用一斤五隻的大蝦，去除蝦腸和蝦殼之後，再釀入冬菇、火腿條、菜丸，先過水再走油，最後快炒，食落就會爽口鮮甜。煙燻太爺雞有別於外國的果木煙燻，特別選用了六安茶葉做的煙燻，菜式由外省引入廣東一帶，再演變成今日的菜式。首先就要用花椒、八角等等的材料做成滷水汁，浸熟了隻雞之後，再用茶葉和片糖做煙燻，因為片糖有陣陣的焦糖香味，所以食落就會更加香了。肉樹麒麟東星斑是傳統菜式，将鱼肉起片之后，夹埋冬菇、金华火腿同埋姜片，再配上菜丸，鱼肉嫩滑，加埋金华火腿嘅咸香，更加带出鱼嘅鲜味。佛跳墙源于福建菜，喺广东发扬光大。餐厅推出嘅迷你佛跳墙，逐个上就更加方便。虽然话就话迷你，但系汤料绝不欺场噶，有鲍鱼、鲍翅、花胶、海参、猪脚姜、螺头、花菇、卤鸡等等十种材料。餐厅嘅环境设计高雅，仲有多间包房添。除咗家庭客之外，商务宴客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。